现在这个节目怎么这么夸张？我还要去用手机去寻找这个什么 QR code， 然后。成功美食到底有哪些美味？这一次的美食侦察线特别到达了成功镇，来介绍当地群聚业者的美食情报。它可以像乒乓球这样 Q 哦！哇哦，鱼丸呢？对，这个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彭家手工的旗鱼丸，然后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我们都是用我们成功渔港在地新鲜的旗鱼筷子的。我没有像林婉珍这么做作，我只要这两只我就可以吃了。好，我要先吃鸡肉好了，好不好？好，这个。所以这个是什么鸡？这个是玉米鸡。玉米鸡，你看看，啊、这怎么这样对吗？我们 ，Oh my god！ 你看看，啊，想一下，啊，这个可以直接全部吃吗？啊，这个黄心品应该没有看到吧？来到菜市场，带领大家品尝了手工鱼丸与鸡肉，还有特色定食以及绿竹笋。相关美食情报可以上新乐传播的官网搜集资讯。东台宣布的综合报道。